示录书，启示录，第二章十八十到二十九节，伫咱的南回圣经是284页，其他的版本是382页。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。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，伊着写过予伫吹啊吹力的教会的使者讲：上帝囝目睭亲像火焰，脚亲像光亮的灯的。伊的话讲：我知你的所行，你的疼、甲信、甲服侍、甲吞忍，佮你路过的所行比起头的较侪。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，就是你用阮迄个负责人亚西伯家己称做先知的，伊假使阁未许我遮的路步行入家己，甲食这偶像的面，我予伊有时阵通反悔。若是伊无要反悔离开伊的阴行，我要歇伊伫眠床，遐个甲伊行入的，若无反悔离开伊的所在，我也要歇伊伫大患难。我要用死灭伊的子嗣，就遮个教会拢要知，我是监察人的心肠的，也要照恁逐人的所行来报应恁。24节，若是恁伫嘴啊嘴力义务的人，凡若无承受即号教示，也毋捌因所讲撒旦侵害的事，我甲恁讲。我无用别号会打予恁呾，独独恁所有个会持守伊到我来。26节，得胜个人接受我个行罪到落尾，我要予伊有权治理列邦。伊要用铁管管辖因，那准肺个器具是拍嘴，亲像你我对我个爸承受官兵一样。我也要用启明星予伊，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，这是上帝的话。